中共做的这个起的反作用，因为他在塑造这些人物，他是逮捕这个黎智英啊、黄志峰、周庭或者林朗彦啊这些人物呢，实际上在塑造一批英雄，或者说塑造诺贝尔和平奖的下一批的得主。那么另外，他所作所为不仅是牺牲香港人民，在牺牲中国人民，牺牲这两地的人民，为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政权啊，为他这个政权的巩固在买单。因为香港民主的丧失，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民主前途的暗淡。有中共，他是不惜任何民众的损失和丧失来巩固他的政权，这就是一党之私。严格说来，他们根本不爱这个国家，不爱这个民主。他们如果从历史的长河倒过来定义，他们是一批叛国者，正在背叛中国人民和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。